再帮我捞卵呀！太他妈脏了，我操！好像在恶魔的眼里，我是个傻逼。三号一死，我恍然大悟，我玩这游戏就是自信。怎么做预言家的？我是提狼，我是提狼，太做作了，挥霍你的任性。因为你是一个演员。他救狼大帝，他做了什么？要相信自己的判断。我是一张好人牌，我不能扛亏。好气啊，好气啊！我是刘邦，我一军起义。我等你们最后原形毕露。李锦不是一张狼团队愿意卖掉的一张狼牌。请你吃枪子儿。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